这时候我们来到一个具有山地特色风味的餐厅，大家欢聚午餐。这里的菜肴真的是风味独特，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由于圣尊莲生活佛多年未到花莲，弟子们为了把握这个难得的时光，在餐厅唱起歌来供养圣尊莲生活佛，顿时间仿佛现场变成了歌唱接力大赛，大家忘情的欢呼。阿里山的姑娘美又美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。
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唱歌是要钱的啦。我随便哼一小段那个望春风。我唱的话，因为我已经闭目两年时间在唱。在这个山地风味的餐厅，我们和圣尊莲生活佛留下了难忘的回忆。